是里面都是冰的一个洞穴，所以叫冰洞。是，太透了。哦，这就是冰洞，好冷哦。风好大，但是舒服多了。零下三十度。从哪里进去？这是入口吗？还是出口？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全部都是冰，就只是一个洞，结了一些冰。几度啊？都结冰了。开闪光灯，你站在这，再一张，再一张，没有拍到你的脸呢。对啊，没拍到你的脸。好啊，那再拍一张啊。现在拍头而已了啦。到地面的，哇，这边很美耶！哎呀，棒哦！整片还好吗？这个圣哥达隧道，它开通的时间是在1980年9月份，啊，离这边已经是十几年了。但是当时在圣哥达开通的时候，真的是在世界上哗然，因为将近20公尺长的隧道，而且是它是整个把圣哥达山脉给打穿的，因为它这个。
新的吗？咦，有价钱呢？有啊，对啊 ，Euro、罗马克，这些都是意大利足球队。意大利足职业队。有牛奶瓶那种。没错，这一款我比较知道，比较常看到。这个我就不懂，对这个，这是男生可能比较知道。哦、我买那个黄马。但是意大利这个虽然没有浴缸，但是是这两三天来我觉得比较好的房间呢。院广场，斯卡拉歌剧院广场的中间有一个在沉思的雕像，那一位就是达文西先生。达文西正前面那一座很不起眼的建筑物就是欧洲三大歌剧院排第三的。连这个要拍。